现在呢，我们从吃早餐的地方出来了，我们准备去霹雳洞或者是三宝洞，然后呢，我们准备去买一些香蕉，然后喂猴子。现在我们要找一个巴萨。现在我们去巴萨买完水果了，就是香蕉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去霹雳洞，大概现在还有2分多钟的路程。旁边的延边山脉，就是霹雳洞的所在。但是前面这里附近就是，然后刚才有个这山上我看见有亭子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上去，因为爸妈说走到半山就不上去了。我不知道爬山累不累呀、啊？按一下，霹雳洞，现在已经要进去了。进去。这个中国式的麦中国的式的，我这离百还在。这什么？听说这里有很多的名人字画，像唐朝的诗人呐，还有书画家。我们要去先找个地方停车。奶奶，不用不用，我们的。水还没能上山，减轻了一瓶的重量，这回轻了。哎呦，我先喝点，然后减轻了重量，结果更轻了，撒了一瓶。这是我们刚才买的香蕉，就是一些破的，有些变黑的，但是还可以动物还可以吃，人也可以吃的，只不过有些不好看。这霹雳洞是一间佛洞来的，里面有各种的佛像，然后。也有猴子，那青山碧玉。我们现在上去了，这是佛景呢。啊，从这里正门是吗？还是怎么？啊，是从这里上山是吗？危险了，我不上。你就在这儿就不上了。写的？那个中国字。1999蓝宝青如玉什么辉莲辉莲辉，这是繁体字啊，我是看不懂啊，这是99年写的字。一进洞门就这里就有，看一下啊，这是谁呀、啊、因为上面有流水的。释迦摩尼，然后旁边是天王，各路菩萨，哇，还上面还有壁画，这个壁画应该是人工的。这个还里有个天王。天南第一洞，汉寿亭侯关羽，很多字画、图画、神佛像，南岛敦煌。我们应该怎么上？这里上吗？啊，三仙，我不认识哈、啊、，I'm sorry。我们从这里上山。我刚才上来的时候，我脚在那边抖，因为它楼梯很滑，有水。这是在岩洞里面，你看。看到雪了，还就在滴滴滴答的。
我们现在在爬着楼梯，现在已经老了，一口气上不了五楼了。啊，我上了半山，现在五圈，累死我了，腿都酸了。哎，以前是运动员，现在原运动了。看这个小 Miki， 哎呀，抖抖的山坡，哎呦，这走不了路，腿都软了。因为这个台阶很窄的，也就能站半个脚的嘛，在你有的地方才站一个脚。这是这个鱼幼舞的字画啊，鱼幼，那我不认识这个字是什么啊？也有个名人字画，至道无极。哎，谁写的？看放大一下，我不认识啊，因为他们都是写繁体字的。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是去普贤殿的地方。普贤殿。看一下云里雾里的城市，山峰。我们还没有到这顶上，但是我们走这个路是到了一个普贤菩萨这里就尽头了。我们要再换一条路，因为第一次嘛，啊，走大象的普贤菩萨。这已经把一个人爬服了，这里很陡的，要手脚并用才上来呢。我现在已经马上要往上拧走了，很陡很陡跳的，爬的有点恶心了，上头了。步上万庄一啊，不认识了。谁写的？心仪梦秋。这个字画我也不认识了。海国长春，佛动天然灰霹雳。这是一个亭子，已经到会当凌绝顶的时候了，拦不了众山小，因为这个山不高，还有更高的山。看一下怡宝的城市，都是二层小房的，远处有一些楼房。怡宝山区的，看绿化的很好。这是另外的一侧，看着像是工厂比较多一些了。刚才那一侧是民宅多一些，这边一样各色山峰。哎，现在我下去了，上山容易，下山更难，不是，上山难，下山更难。现在我们要去另外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先去吃点饭，现在已经快一点了。然后呢，这里也有添砖加瓦，就是做慈善或者是洞的维护啊这类的东西。然后我们去加天网，可能20块左右吧。哼，我媳妇要在这摇一卦，抽个签。那我们随缘一下，算了，20块的瓦钱，现在都要戴口罩才能进。看这霹雳洞，还有孙中山的字，继续开，这是什么？繁体字不认识，好丢人呢。往来开。好，续往开来，哇，我也继续往来。看一下，我们在这背猴子。哇，他那拿俩了，是的，他有些还没来呢。肚子饿呢，那就一点一点来，一点来吧。嗯，一会儿有后来的他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看那个猴打不过他。他妈捅死呀，那个家。快冲水呀、啊！你看这个就打不过，这打不过人家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敢抢呢。快几个月？他自己会扒的。我老爸还把香蕉皮给扒了，他害怕人呢。老豆，他摘完了，他给等到了。老豆那么好看，他一见老豆。他自己会扒皮的。来，吃香蕉来。这个吃干了，这汤呢？来，三只。这个好，这个好来，来，
他怕人。嗯，这个比较怕人呢。不能放屁笑。刚刚好了，来来来，来，阿弥陀佛了。猴子打起来了。你到哪里叫啊，小哥？啊？我没枪啊。猴子打架了。不要打，因为不够吃。不是因为不够吃，因为他抢他东西，他不给他，不给他吃。悠哉悠哉的。